讲到运动呢，这个是大人，若是要运动哦，嘛会当招孙仔做伙去。八月第四个礼拜日是这阿公阿嬷节，鹿港基督教病院就特别伫咧大兴国小提早举办做孙节，现场就设计一挂这个游戏咧，邀请阿公阿嬷甲厝内人做伙度过这个欢喜的假日。阿公大力四开，准备要甲铺伫咧水面顶的乒乓吹走。哎呀，活动啊，甲孙啊咯，大家安尼娱乐啦。另外一对母仔囝，妈妈伫咧吹乒乓，后生伫咧边啊加油打气。看妈妈特别无气力啦，赶紧替妈妈来倒盆。好，来来，咱两个来，咱两个来。哎呦！耶！既然为我们社区然后办这样的活动。老人家呢，有了参与的机会，他们不再呢窝在家里面呢，还在他们在想东想西的，就非常感谢呢我们的那个很多的社交机构，还有今天大兴国小提供这么好的场地给我们呢，在这样的办这样的活动，给爸爸妈妈还有我孙子都好高兴。会当甲孙仔、囝儿做回来耍游戏，嘛，让祖孙之间的感情是变加更加深，嘛，留下美好的回忆。长大以后最棒的回忆。可以跟阿公阿嬷玩的是机会难得。鹿港基督教病院为着庆祝祖父母节，特别邀请十五对的祖孙家庭以及社区的长辈，透过闯关游戏的活动，展现亲人之间的疼惜和感恩。一月的第四礼拜，啊，这个节日为的目的就是讲，希望吼，咱厝里的四大人，甲伊的囡仔吼。有真好，甲伊个孙有真好个交陪，甲伊个智慧，甲伊以前啊生活个经验，啊来传予伊个啊伊个孙，伊个查某孙，吼，啊吼伊个遐孙会当来孝敬伊个啊阿公阿嬷，吼，啊今仔日嘛有一挂活动，像讲高龄友善的体验，予囡仔去了解讲，当年纪呐渐渐大个时阵，伊个目睭开始有变化，伊个手会较混沌，吼。啊，伊咧算小嘛会较慢，啊，伊会知影遮个问题的时阵，伊会当去帮助伊个阿公阿嬷，啊，互因有较好个互动。每年八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是祖父母节，就是有感现代人家庭祖孙啊之间的感情较紧，透过温馨趣味的闯关游戏，呼吁大家爱来重视祖孙情。大中华新闻林桂英复兴采访报道。